他会觉得 OK 的。或者还有一种说法啊，就那种，你知道吧？就哪种人啊？就那种特别想上分的。我以前特别想上分，我爸爸选格温打对面的阵容，就这两种，其他的没那么想玩格温的。格温的话前面太弱了，打中路打这种手长的，基本上就是只能补补刀。你像艾克就不一样了，艾克打这种手长的就非常好打，艾克皎月打这种手长都好打，都不是说补刀不补刀，补人都行，因为他有 Q， 艾克皎月的话都可以用 Q 补刀，不需要走过去啊，不需要走过去就很舒服了，你们知道吧？这波不急，让 A 我一下，小兵会打他。我们这波不能打三环，我打三环，我这个血量会被秒的。他带着点火的小炮，小炮带点烟，我这波 Q 过去打三环直接被秒。哟，可以，没关系啊，这波我们小心点，他死了，他已经失去尸体了，兄弟们，这波 Q 起手，他死了。你在干什么？他这波交闪的话，我们下一波就能也能杀。那不交闪的话，我们直接拉三环就好了。递过去 ，Q 回来一瞬间拉住。我操！还要打我防御塔。我这个装，我看我这个装备能不能把他秒了。我看一下，四级了，四级应该秒不了。回吧。哎呀，怎么是你呀，王八！打个三环直接走，他交闪了，那就没必要走。我们下一波直接杀他就好了。玩艾克的话，我操，这好难受啊！不过他也难受啊，他回家没家园位是啊。他回家没家园了，这波我装备差一点，不过感觉有机会啊。我这波的话没有那个，没有大招，先把果子吃了。他应该出水银鞋了，他伤害有点低，说明出水银鞋了。不是，你出水银鞋也不是无敌的呀，宝贝儿，出水银鞋也会被点火打死的呀。我都不用看他装备，他这个水银之靴太明显了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拼出来给你们看一下。回家买个装备，他这波上线来不及了，2300。2300的话也行，炸下赏金，让他也没家园位置。不能就我一个人没家园，你也不能有。痛击队友。OK， 这波直接走。我直接上线就好了，打个三环，打个三环撤下 W 往这里放，他还踩着我这里，我为什么不 R 的话，是因为我伤害不够啊，兄弟们，知道吧？是因为我伤害不够，我一个 R 不死他，等 QE 再打一套吧。乌龟这波来的话，我倒死倒不会死，会有点难受，看能不能拆不了的话直接回就好了。回家买装备，2700-4500，2700-4500，先把乌龟秒了，完了，触发余震了，伤害差一点可能。Q 一下，还有个减速，还有个减速，他活不成了。这波我们把线收了，回家了。完了，他变成小炮了，他这个炸了会把我兵给脏了，而且他这种脏兵你还不好，还说不了什么东西，他会说啊，这不是我的技能吗？我有什么办法？知道吧？这波我们直接走。我这波有点失误，没有瞬间把乌龟秒了。乌龟没魔抗的，乌龟没魔抗的话，他出那个他没有触发余震的话，我可以一秒钟给他，我可以瞬间给他秒了。我在路上。来，兄弟们，左上角关注，没点的兄弟们可以点一下啊。雪龙地达不错的可以点个关注啊，没点的可以点一下，谢谢大家。OK。哟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你，我靠，这老王八还会飞。这波小炮交 W 了，打架。嗯，可以，我也喜欢打架。这波我们直接拆塔，小炮回了，小炮没吃这个果子就说明回了。先不去，先把塔拆了。
对面中单也没去，对面中单没去，我们为什么要去？是不是？是不是这个逻辑？除非说打野来帮你了，两级反转，我在这里，宝贝儿，你闪现都不用交了。啊，除非打野一直来帮你，帮你建造优势，要你过去帮忙，不然的话你没必要去啊。这波把线收了，只要你中路自己能突破就可以了，如果突破不了还是要去的啊。来了老爹，算了，这波我就不上了，先吃个果子。来了老爹，先拆塔，嘿嘿嘿，好难受，好像蚂蚁在身上咬。你在干什么？哎呀，小炮你在干嘛？问一下。这波不着急，买个装备。小炮你在干什么？他在干什么？我都不知道他，我感觉他就在复活的路上，然后回家买了一把大影魔刀，水银鞋加大影魔刀，一点输出没有。他这样玩小炮，他还不如玩个漏去。看不出来吗？试图假装自己装出来的菜。没事，这波来先把木木打残 ，W 放出来，木木杀，踩个 W 运到小炮一走，溜。这波小炮被秀的一脸懵逼，他贼想杀我，我骗你们的。把线收了，走了，直接撤，这波炮车不吃了。没必要，小炮有大招，他没交，他上波没交大招的，来个这个，木木没闪现了，木木交的是真闪现，真闪现交掉了，真闪现交了直接起飞，你还以为我闪现闪错方向了，我这波想闪现用那个 Q 把侠给拉死的，但是没拉好。没拉好的话，但是我的闪现可以躲小炮的平 A 或者 R， 你知道吗？我刚刚那个血量很低了，小炮一个平 A R 的话就可以把我冲死，然后我这个时候E过去踩了一个盾，就可以活下来。主要是我 W 放的很快，你艾克打刚刚那一波换我以前我 W 可能摁不出来。把线收了，来兄弟们，就我这波操作，高地夸我两句好吗？来，假就算你是昧着良心的。啊，让我迷失下自我，可以吗？再来两句，都要把塔拆了，再来一下，往前走一下，往后退一下，然后 QR 直接秒。他在影子上的话，他没在影子上的话，那没办法，然后把影子往这里走一下，然后再往这里走一下，然后打爆炸果实直接走。对面侠完全没想法了。算了，拉走，没啥机会。我说实话，我到家了，走，当场被逮捕。小胖出的大影魔刀，打他都不带掉血的。我跟你们说，差点钱帽子。我这波杀一个，或者拿一个助攻，搞这种有的没的干什么？来，兄弟们，给大家发个抖臂福袋。不用急，给大家发一个1000的抖币福袋，然后这边没有参与福袋的兄弟们可以参一下福袋，还没有入粉丝团的可以加一下团啊兄弟们，这样的话每天都可以来龙帝直播间抢抢福袋，这波直接过来，怎么说？左上角福袋啊，没有参与的兄弟们抓紧时间啊，乌龟的话没有魔抗的，套，真实伤害，哎呀好烦啊，出一堆魔抗想干嘛、啊、你小子？啊，你小子想干嘛、啊？出一堆魔抗？两击反转艾克，哎，这木木凭什么不死啊？这木木，啊，怎么这么漏啊？一双水银还这么夸张？我还想秒一个走，没秒掉，烟雾差一点，好漏啊！这波伤害的话不够，走威，他不过来，不过来算了，打盖伦应该蛮脆的，这盖伦没魔抗。盖伦的英雄看着就漏啊兄弟们，
什么情况啊？来，先把线收了。把线收完的话，回家买个装备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你要干嘛啊，绷带光头？要干什么，大傻春？你要干什么？怎么把线收了？收完线回家了，买个装备。乌龟还是没有魔抗的。你要干什么呀，大傻春？让不让我走啊？不让我走，你们给我点书啊，给我点成书好不好？我搞这种东西，不杀了你们俩不让我走，我套了。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变态的要求。得买水银是吧？我队友打这个小炮通啊，队友出了全 AD。 来兄弟们，左上角福袋还有最后三分钟啊，还有最后三分钟，没有参与福袋兄弟们抓紧时间，怎么发是一个五分钟啊？福袋的话有三分钟啊，左上角福袋啊，大家那个没入团的兄弟们可以入下团啊。哎呀，直接往这里走，感谢大家关注啊，谢谢关注啊。哎，一下两下回家买个水银，这波水银买出来无敌，把水银买出来杀人数还差三层，再来三层，再来三层才无敌，现在还没无敌啊，再来三层的话加移速，不加移速的话还是有点慢。这乌龟不会把龙给抢了吧？我嘴应该没那么。这波没关系，队友肯定打得，打不过，打不过也没事，我这波过来操作一下，打个三环秒一个，水银不要放，这波先拉走，下，拜拜。这波的话，大招位移过去，然后一个打狗棒，直接给他做掉。打个三环，我们往上走，回到每个装备，装备做一下，装备做出来之后不用急的，慢慢搞的。出 CD 吧，兄弟们，再来个 CD 装，我出个蛋的法穿，不要法穿，主打的就是 CD 快，跑得快，起飞的爽 ，EQ 三环，咣一下，退一下，拉扯一下 ，Q 一下，假装自己是呆子。我的些什么东西击飞了我家溜溜球，好高的伤害呀、啊！这波再回一波，没必要，大招很快，大招超快的。来，兄弟们，福袋还有最后一分钟，没有参与的兄弟们把福袋参与起来啊！没有入团的兄弟们可以入下团，感谢宝藏9527的入团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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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明晚不再晚，明天不再晚睡的路途啊！感谢感谢，这波打余震没了，先 Q 他一下 ，Q 完之后 W 往这里放。哎，这诺手怎么落后了呀？胆这么大，虽然说对面少个人啊，但是我们也少个人啊。先不开，不要着急开大，先把乌龟打残，打残乌龟之后，小炮被赏金大招大残了，侠的话没大招的，把侠给秒了，侠死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买个装备，佛爷哥看能不能收割啊？算了，我回了，谁打问号？给人家佛爷哥尿都吓出来两滴，还谁打问号打上了？反向啊，反向 Q 是吧？我操你小子的，尿给他吓出两滴来啊！怎么不着急？直接过来打狗棒，先退一下。两级反转，再见了，这波不着急，再见了宝贝乌龟，来给人给看看我，面对我 A 一下，退一下 Q 娃，不着急，再见了侠。买个装备，给人，你要干什么大傻春？刚刚侠还活着你不上，你现在上有什么用？这波走一下，假装掉线，然后往这里放个影子 QR 直接秒。好难受，好像蚂蚁在身上咬。哎呀好弱啊，这小炮，我打这小炮有点打不动啊，这小炮还在出魔克啊，我操，这小炮多少魔克？小炮魔抗160，比乌龟魔抗都要高，这小炮的魔抗啊，什么意思？
来，兄弟们，绝龙地塔不错的，左上角关注，没点的兄弟们抓紧时间点起来啊，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龙地开播通知了。感谢爬的关注啊，感谢在下大暴雨的关注，感谢恩恩的关注，感谢 TO1 的关注啊，感谢老板们的关注啊，谢谢。来，这把线收了，和我杠上了 ，W 往这方，我打不动他，他160的魔抗，我靠，他这魔抗太高了。两击反转，再见。哦呦，你要干嘛，大傻春？怎么弹走了？他没闪的。哎，哎，六杀。哎，很急，水银秒解。六杀，两击反转。蚂蚁在身上咬啊，好想杀我。OK， 他们已经彻底疯狂了，我感觉他们这把游戏赢不赢已经无所谓了，我感觉他们想杀我一波。两级反转，像一门一样三环。我这波是带了 Q 的环过去，所以说你看到我打了一下小炮，实际上是双环。我第一个 Q 没 Q 到，知道吧？